哇，奶奶要绊倒了！奶奶，奶奶怎么又不在家了？去看一下有没有压到鸭子。鸭蛋，鸭子这么有鸭蛋吃啊？哇，里面还有一个鸭蛋。哥哥，鸭子还有一个。哦，这个好脏啊。这拿去放冰箱，这拿去洗一下再放。小天在那边干什么？鸭旁倒啦。嗯，鸭主们有事吗？没有事。奶奶，我要吃木瓜。还没有熟，做菜的。嗯，我要吃。哎，拿去吧。小天、小燕回来吃午饭了啦。奶奶，我不想吃，没有胃口。叫你不要乱吃东西，偏不听。还有现在济南和这个山脉可佛耶先集合，不然以后就不想吃饭了，就变成好瘦了，就不可爱了。我才不要变瘦，我也很胖很胖才可爱的。我听说吃木瓜美人的，那要煮出来煮好啊。知道了，奶奶。那我去干活吧。奶奶，这鸭网怎么放啊？我看一下它，小天，我去做饭了。知道了，奶奶。那我回去了。奶奶，煮什么菜呀？煮木瓜的了呗，冰箱还有一些剩菜。搞定。在冰箱有什么伤害？一个就烤腰。嗯，可以了。妹妹，准备吃饭啦！快点啦！奶奶，吃饭啦！哦，知道了。